10月9日，何炅在超话连发多条微博，并晒出与一众友人合照。照片中，潘粤明、马丽、许魏洲、彭昱畅等均有出镜。何老师化身自拍杆，与众人靠肩合照，气氛十分和谐。网友也是纷纷评论道：“何老师永远都把潘潘拍得这么好看。”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你的自拍技术，我们哥哥怎么就是学不会呢？在小何的合照里，别人永远那么好看。